这要不这让我的手下陪着您这到处走走。好的好的、啊、我就告退了。我出来此地就四处看看，您随意。好好，哎，您随意。哎，哎呀，文先生啊，这个地方我来了很多次了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这样，你一个人再转转，我和黄堂主回去等你啊。好的好的，你也随意，你也随意啊。告辞了。你们四个跟着文先生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后头农民吧。干什么？你们告诉你们别挡道啊！这位可是绥远来的大官。大家都听好了啊！听说这位官是来咱们后头见官府的，我们可不能答应啊！各位兄弟，我只是路过这里来看看啊。关于在这设官府的事啊，我们还没准备好啊，所以大家请不要激动啊，稍安勿躁啊。建官府是一定要收税的，肚子都吃不饱，我们还要交税，这日子你让我们穷人怎么过呀？是是是是是是对对，不激动不激动，各位的名义啊，我一定会带到上面去啊，你们放心啊，放心。兄弟们，我不要听其他的鬼话，他这是在糊弄我们呢！你不让我们活，我们就跟你拼了！兄弟们，拼了！拼了！堂主，千万别闹出人命来啊！放心吧，大都督，不会出人命的。我吩咐过手下，就是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酸臭文人。这就是你给他准备好的放大蒜的牛羊肉吧？够他受的。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失职了，失职了，文俊先生，本人保护不力，让您受委屈了，这我给您赔罪了。堂主，都怪小的保护不周啊！混蛋，废物，你手里拿的全是烧火棍的。黄堂主，不怪他们，不怪他们。文俊先生，这里的不比绥远啊，都是一些逃荒来的乡野之人，无法无天惯了，您没伤着哪儿吧？还好，他们还算是手下留情。我明白，浩涛这个地方没有锦绣堂堂主，哪怕一会儿都不行，随时随地会把小命丢在这儿的。我真的明白，我还是走吧啊！哎，快，把文先生给扶起来，快！不要。王爷，你看呐，你看呐，啊，哎呀，
这盐是咱们自家盐池里产的，就是咱家盐池的盐。从今往后，咱达拉特旗人再不用为吃盐发愁了，还可以卖钱呢，多亏了这王土地呀。哎呀，你说这个王土地，难道他真是神灵附体了？咱们几十年解决不了的事儿，他这么摔了一跤都给解决了啊。王爷，过去我也不信，但通过这几件事儿，我算是明白了，王土地还真是咱达拉特旗的贵人呢，千万不能放他走啊。不放他走也有麻烦呐。王爷指的是巴特？这齐齐阁是真看上这王土地了，王土地要不走会很伤巴特心的。王爷，我倒有个办法，可以留住王土地，以让齐齐阁对王土地死了这份心。嗯，我大耳机与汉人王土地在长生天面前起誓，这碗酒喝下就是兄弟，长生天做主，永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誓不叛离。我汉人王土地愿与道尔西王爷结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誓不叛离。阿布，你们俩不能结拜，快把酒给我。哥哥，在长生天面前无礼。王土地，你不可以跟我阿布结拜。哥哥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王土地。你应该叫我叔叔。哥哥，在河北老家你有一个大婶子，她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大侄女，高兴坏了。既然跟王爷结拜了兄弟，那你就是我的长辈。从前我巴特心胸狭窄，有眼无珠，委屈了你，我给你赔罪。你干什么呀？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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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前辈不前辈的，什么赔礼不赔礼的，起来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两个是兄弟，你听我的，七七哥是个好朋友，你放心大胆的去追。哥哥有老婆呀，别说我有，我就是没有，我的心思也不在这儿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满脑门的心思就是在跑到后头这儿开个渠，种个地，好好过日子。再就是回去以后别让人家再扔到黄河里了。我求求你兄弟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行啊，大哥，要不我去找那个黄锦绣，他总得讲道理吧。找他可以，不能硬来，咱得想个办法。哎，大哥，我这个人笨，最怕想法子了。你脑子活泛，等你想出主意告诉我怎么动。我巴特儿我豁出这条命去，要帮你大哥这个忙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来，咱们兄弟，来，大哥，来，刘
你小子真会演戏，我在旁边都看着了，就你教我的最欢。还行吧，我就是不敢下手太重了，怕重了的话他是经不住啊。他堂主，我看文俊再也不敢来后套了，刚才我一直盯着他，坐在那里一言不发。他还能说什么？他怕说错话再挨揍。别高兴太早，眼下是这样，这以后谁知道呢？啊，季章，堂主，文君倒是好对付，这个程建章是来一回扒我为皮，这次张嘴就是1000担粮。您看是不是按老规矩？对，明天一大早飞镖传信，要后套的各方财主到几个堂集会。明白了。锦绣堂又要开工农大会了，那你去不去啊？我能去吗？去了就是飞蛾扑火。舅，来喝茶。哎，看看，锦绣堂要开宫中大会治你爹了。当初你要是听爹的话，何至于此？不说了，都是后话。哥是啥意思不？是智慧的意思。算了吧，我还是喜欢我爷爷给我起的王土地，这名多好，多结实啊！哎，你在这河里边干嘛呢？鱼呢？你看见了没有？黄河起沫子，知道啥意思吗？不知道。说明今年后半年啊，还得大旱，整个后套的庄稼地呀、啊，恐怕交不上二遍水了。哎，那你说咱大草原是不是也得大旱啊？一定的。师兄，各位朋友，你来了。哥子，好，看着呢。好，金爷呀，要不是召开工农大会，那可是见不着你。哎呀，忙。忙着了啊！金爷啊，我得讨教一下啊。你说这次飞镖传信，急着召开公众大会，
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张公忠啊，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哦啊，凡是来开会的都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不来开会的，那才有事儿呢。哦、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，哎，金爷呀、啊，说真格的，在咱们后套一带，你可是最舒服的。嗯嗯，你想啊，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一招先吃遍天呐。你会看渠，又懂风水，在咱们这一带啊，你呀，得意，得意。我得意了，得意啊！哎呀，嘿，混口饭吃。哎呀，混口饭吃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堂主，嗯，除了赵老七和杨良义以外，其他宫中人都到齐了。好，很好，这来的好，哼，不来的也好。嗯，锦绣堂堂主到。咱们这宫中大会呢是个老规矩了，是遇到了大事呢，大伙儿出主意拿主意的地方。锦绣堂承蒙各位看得起啊，这做了个长东。咱们呢是有事则开，没事不开。今天呢是把大伙儿请来商量的，都是大事儿。三件事啊，都是和水有关系的。我呢先说第一件，这大伙儿都知道。今年呢是个旱年，各位堂主都受了无水之苦。这金生水看了天象，说这下半年啊又是个灾年，他提出要开一条新渠。我觉得这开新渠吧，这都是对大家得利的事儿，宜早不宜迟啊。这渠口呢还是归我锦绣堂，这渠路的选择按照老规矩，咱们还是听金生水的。这渠路我靠了啊，名字我也取了，就叫短辫子河渠吧。哦，金爷啊，往日修渠都在农闲，为啥这一次现在就开始整活？那地里的庄稼还没杀青呢，等浇不到二便水再修渠那就晚了。哎，这样啊，这大伙呢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我出渠口，修渠呢自大宫中入户。那我就说说第二件事，还是因为旱。程建章都督刚来过，说部队的军粮不足，额外找我要1500担粮，锦绣堂当500担，剩下按规矩就得摊派。彭堂主啊，摊派我们可没意见，可是赵老七、杨大义两公夫没来人。不，他们没来人咱们不怕呀，咱们给他定啊。这第三件事呢，这也是最别扭的，有的宫中呢竟然不向锦绣堂交水钱。这大伙儿都知道，咱们这后套啊是个不设郡县的地方，立个规矩难，可要破了规矩再立起来那就更难了。所以啊，这此风不可长，坏了规矩的杨大义和赵老七两位宫中这要罚。我们事先呢立了一个决议文书，大家伙要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，那就在这张文书上啊画押按手印。后套的规矩是大事儿锦绣堂不能一家独断，对吧？各位宫中，看哪个堂主先签呐。
这里头哪数得上我万德元啊？啊，哎，在座的各位都比我万德元有实力啊！大家先来，大家先来吧！啊，我就看不了这。你说这有胜了？啊，对，金生水先来。我。张堂主，哦，改名了。宋管家，能不能让我再考虑考虑？你看，这不是刚刚这才说了这个，你看刚一下我都就没想好。你看这个是，张堂主啊，怎么对这个文书有意见啊？不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报告堂主，义工中的人到了，有请。杨堂主好没胆量啊，自己不来，让个小女子来。黄堂主，我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替我爹开宫中大会的，我没这个资格。我来这儿是想找一个人，他叫王土地，是我的男人。要说起来，这个男人还是您赏给我的。前两天他来过锦绣堂，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人了。我找过您，可是您不肯见我，所以我只好借着这个宫中大会的机会闯到了这里。大胆！一个乡野女子敢擅闯锦绣堂，扰乱宫中大会，不想活了！来人，轰出去！哎，不得无礼！大哥，怎么样？哎呀！大哥，哎，怎么样？腿好了。大哥，格格让你去龙兴昌卖点盐。真的？好啊，大哥，咱一块儿去吧。格格说就你自己去，还说咱没这人照样活。啊，走吧。快去呀！快！你听好了，王土地来没来过我锦绣堂，我不清楚。我锦绣堂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多了，我都能记得住吗？至于王土地是死是活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这跟我没关系。这是什么？王土地的堂弟叫王喜，就在王土地失踪的那一天，王喜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死了，这一件是他的血衣。死个人跟锦绣堂有什么关系？那些强盗在杀人之后留下话说，是锦绣堂派人干的，为的就是抢回您送给王土地那100块大洋。闭嘴！不许你往锦绣堂扩张嘴！这么说，你相信是我黄锦绣派的人抢的钱杀的人？我不信，但是我怀疑。怀疑？敢怀疑锦绣堂，你不想活了？黄堂主，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请您以及宫中的各位堂主能给我一个公道。我想请黄堂主解释清楚我这些怀疑。如果在这后套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，那还真是生不如死。
既然我来了，就什么都不怕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我等着。等等，堂主，不要拦着他。好，堂主，咱们接着画押吧。你们跟我说实话，这杀人抢劫的事儿，是不是锦绣堂的人干的？堂主，没有你的话，我肥狼手下可不敢去杀人。堂主，我的手下绝没有这个胆量。堂主，刚才杨春英说是杀手说是咱们锦绣堂干的，我想这杀手一定是被人收买陷害咱们锦绣堂。在这后套，有谁敢杀人越货栽赃锦绣堂？我觉得这不是土匪所为，土匪做事明抢明杀，杀人越货还栽赃陷害，一般是当地人所为，就为了转移视线逃避惩罚。老段说的有道理啊，你们尽快把这件事给我查清楚。堂主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杀人不就是抢钱吗？狗咬狗，两嘴毛，管他那个事儿干什么呀？再说这事也不好查呀。让你查你就查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堂主，我有办法查清楚，抢了钱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。那你们去吧。王先生，你等一下。哎，先生啊，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，这个杨春妮长得怎么样？我也清楚的记得，你跟我说。只是个普通的乡野之色。我那天太匆忙，我没看清楚啊。那你今天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你觉得只是个普通的乡野之色吗？不是。真的是王土地，寻人启事，义工中杨春妮寻自己男人王土地，河北口音。义工中，老宝，老宝，哎，老爷，您有什么事？赶快叫小三给我备车。哎，好嘞。小三，赶紧给老爷备车。哎。杨大义，我是杨大义啊，我是。老七啊，你做事做事啊。杨大义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两面三刀，一面应付我，一面和黄锦绣勾勾搭搭，是不？你这话从何说起呀、啊？老七啊，你先让他们把我松开了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折腾啊。把他放开。
老七啊，我要说句话啊，你别恶人先告状啊。嗯，我还满肚子气没出出呢。我花了钱，你不替人消灾。黄锦绣派人堵我曲口的时候，我小舅子去找你，你人到哪去了？那你说，今天锦绣堂开公众大会，咱俩说好了都不去是不？可你明着没去，暗地却派杨春妮去的，是不是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啥？春妮去了宫中大会啊？老七啊，我可是真不知道啊。你要为这事生我的气，那你可是冤枉死我了。杨大义，你老小子心眼贼多呀你！我不得不防。今天咱们打个窗户说亮话啊。看了吗？看啊，你看看，看清楚了啊。咱俩的交往在这上面写的是清清楚。你要敢撤伙，我马上派人把账册给黄锦绣看，到时候啥样你自己心里明白啊。老七啊，我花了那么多钱了，我撤伙我傻呀？公众大会一开完，黄锦绣对你我就下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咱们两个先下手。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黄锦绣平时非常小心，出门都有手下人跟着，是吧？哎，大义啊，这次啊，你得帮我个忙。啥忙啊？不，你再要钱，我可是一丁点都没了。哎呀，不是钱，我是说呀，叫杨春妮儿把他引到这儿来。春妮儿，雷明下车。嗯，大家过来吃饭吧。格格，你看，那个女的就是杨春妮。还是你这个丫头有良心呐、啊！你送的饭跟你爹的不一样。是啊是啊，你爹心狠呐、啊，他们面里掺沙土，吃下去啊都拉不出屎来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就是。这人真好。大叔，这地头上的工人都干啥去了？咋就剩下你们几个了？小姐，你来的路上没有看见吗？这人下半场都到你们家去讨债去了。是啊是啊，都是都去的。大家别吵，大家拦着吧，你拦着吧，把他们的羊放倒了。Thank you.
再敢拿东西，我就打死谁。王堂主，王堂主，那些个佃农无法无天，把我的工程都给抢了。我已经让老段把抢东西的人和你的东西全都给劫回来了。杨堂主，怎么着啊？这连声谢都不会讲了吧？啊，黄堂主，多谢黄堂主，多谢黄堂主，黄堂主，请。夫人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夫人。黄堂主，这些去工把我们家的东西全抢了，你可给我们家做主啊！佃农屈工太可恨了。黄堂主，您坐。算了，我看了一下，幸亏我们来得早啊，这损失还不太。太感谢黄堂主了，你要不来，我这条老命就算交代了。杨堂主啊，按理说今天这个事儿我们可以不管。你不拿我们锦绣堂当回事儿啊？这宫中大会呢，你不参加，这水钱呢，你也欠着。黄堂主，不过我锦绣堂有个宗旨，在这后套这里，谁也不能无法无天。那些渠工佃农闹事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我有情，你不能没有义吧？啊，对不对，杨堂主？黄堂主。惭愧，惭愧我。当然了，这再怎么说，我还是要领你的情的。毕竟，你还把杨春妮送来给我当小的。只是我当时一时糊涂，没有把人留住啊。这不过我听说，这王土地找不到了，这只能说我和春妮的缘分还没有断，是不是？呵呵呵呵。好了，这东西和人都给你找回来了，该怎么发落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知道了，黄堂主。黄堂主慢走。今天多亏了锦绣堂，要不是他们，咱家可就完了。你还在做对不起锦绣堂的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行了，老娘们管那么多干什么？看来这黄锦绣还真是在惦记咱春妮儿啊！哎，对了，春妮儿呢？爹，哦，娘明，娘明，爹问你，你姐去哪了？姐，这该走啊，跟人走了。嗯，兄弟，黄河的水起沫沫，就知道天要旱。那当然了，王爷，你知道黄河水为什么起沫，就说明上游的水流不足。一旦上游水流不足，那肯定流水停滞啊，所以沫沫就起了。我信你，可就是，我们是草原游牧民族，是靠天吃饭的命，老天要旱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哎，要不，明天我带人到黄河边，向长生天敬香去。香是要敬，不过有件事呢，你也要做好准备。怎么准备？我跟你说啊，就你东边的那块地，土质好的呀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用我们家乡话说，他奶奶个嘴儿的，那都是个宝地啊，鞋子粑粑独一份儿啊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这两天啥事儿没干，我天天在那转悠，我天天看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块地就是缺水，一旦你把黄河水引过来，他奶奶个嘴儿的！王土地，给我起来！琪琪哥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没骂你。哥哥，哥哥，啊！我走。哟，什么事儿吧？哟，啊！有什么你就在这说吧，啊！
哎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男人。哎呀，哥哥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。我咋不是男人呢？你做人不老实，讲鬼话。哥哥，我这个人吧，耍鬼心眼的时候有，哎，小小骗人呢，也是偶尔。哎，这和做人不老实没关系啊。你不是说你在河北老家有个老婆吗？什么叫我在河北老家有个老婆呀？我只有一个老婆，在河北。那在后套，你有女人吗？你喝多了，你肯定是喝多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找王爷去啊。宝土地。哎。